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现在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一定都有一点沮丧，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一些负面的消息。感谢主，当我们心里有耶稣，我们就不害怕。我们虽然看不见他，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双手必来保护我们。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，来敬拜他。诗篇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，你的双手必引导我。重新
幸福。